中巴，中巴，友谊，友谊，万岁，万岁。自驾游巴基斯坦北部地区，每一天都被当地人的热情友好而感动。没有段子，没有演戏，我们遇到的人和事的确如此。这里是离中国只有100多公里的吉尔吉特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最大城市，真的是离中国越近，你感受到的这份友好会越强烈。入住当地人的民宿，在这里偶遇了吉尔吉特官员大叔，没想到他还是王室后裔。今天刚起床吃了早餐，这位大叔就邀请我们去拍照合影。他说非常感谢中国在巴基斯坦困难时期伸出援手，提供帮助，建设了中巴友谊公路，在去年重大洪灾期间提供了经济物资援助，一直强调我们是兄弟国家，友谊长存。我们一大早起床还在吃饭，然后叔叔们就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拍照。哇，还有红旗，我们兄弟国家，对对对，那个水来，那个路没有，那个时候嘛，他们很多东西帮忙了。谢谢我们中国政府，中国巴基斯坦友谊万岁。哇，是的，中巴友谊万岁。我叫萨比尔江，萨比尔森，萨比尔森。是，你好。中国的红旗和巴基斯坦国旗，因为我们是兄弟国家啊，兄弟国家，巴铁，巴铁，对，我们人代表的。人代表，人大代表，人大代表，哦，副主任，是咱们巴基斯坦吉尔吉特这边人大代表的副主任，对对对对，他是那个部长，是部长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吉尔吉特，这条公路呢啊是中巴友谊公路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边遇到了咱们吉尔吉特人大代表的副主任，还有人大代表的副部长。所以今天我们趁这个机会啊，我想采访他几个问题啊。我想问问您啊，这个中巴友谊公路建设好以后，对咱们这边的改变有多大？哦，这个开始嘛，这个开始有68年。六八年，这个中国那个修路，啊，第一是我们本地人来了修的，哦，他们那个洪水嘛太高，他们来了嘛，他们身体不行，有80个人死了，我们巴基斯坦的，巴基斯坦这边，对，他们没有办法嘛，后面嘛中国人来了，哦，后面中国人来嘛，他们可以很高的地方，他们修路，他们这个地方他们中国人死了。有80多个，也是80多个，88个，88个。这边所以说有一个烈士陵园，烈士有2公里。你去的时候嘛，我们部长给安排你那个地方去一下。我们什么时候困难嘛，到中国北部地区，到洪灾到中国900年的朋友，5年前面十九岁到伊斯兰堡来嘛，很多事情开始了。1955年是吧？1915年。2015年，没有，2015年呢。2015年啊，习主席来到了伊斯兰堡。对，我们老百姓也太高兴。其他的国家嘛，我们不行，我们不干。我们中国兄弟来嘛，全部娃娃有嘛，小娃娃有嘛，老孩有嘛，全部起来。哇，好感动啊！对，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？这是两个国家的。是，听得我热泪盈眶啊！对。那这条路修好以后，是不是改变很大？因为很方便，交通很方便。我们土地也好，我们很多人宾馆盖的呢，很多人现在旅游人来，还有那个1986年嘛，那个我们开始那个做生意，那个边疆啊，1689年那个边疆开的呢。你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呀？说的很好、我的一个老师，那个杨祖、杨建明，新疆文员的，我的那个地方他是，他是。是新疆的一个汉语老师教您的啊，说的很好，很棒啊。我是一个兵。来自老百姓啊，代表日本国青岛啊，五十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啊，谢谢您啊，谢谢啊，真的听得好感动啊，确实啊，中巴友谊真的不是吹的，我们来到北部地区，真的是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当地的政府，真的是对中国人很友好，在这边警察都是要保护的，但是别的国家就不保护，我已经问清楚了，就是我们第一天住这个酒店的时候，就警察就打电话给酒店老板的，要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，但是其他国家，比如说他们有德国呀，还有日本啊这些，他们就出去逛是不管的，但是我们出去就必须要被保护。对。您去过中国哪些城市啊？我去过中国嘛，第一次1986年。1986年就去中国了，哦，哇塞，30几年前。我的爸爸的妈妈嘛，中国的。爸爸的妈妈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这边是叫
外婆是中国人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对对对，您是混血啊？对对，我的中巴混血嘛，中国的。哦，中巴混血啊。我们家人嘛，红沙王，我们王。王族后裔，王族后裔，对。哦，红沙那个红沙那边。我们王宫也有。啊、哦，王宫我知道。啊、嗯。那个王宫是红的。他以前是和中国清朝是建交的，我知道。对对。王宫还在是吗？对对，还在。哦，那我们得去看看多少年的呀？那个王宫。那个王宫嘛，两个王宫，一个是差不多900年嘛。哇哦，真的，很棒，我们非常有幸啊，非常幸运啊，认识了这两位，我们喊的是叔叔啊，真的很亲切。我们也没有说平时什么部长啊那些，就是叔叔。吉尔吉斯第二个房子，你们家。吉尔吉特什么？第二个中国的家啊！中国的家 啊， 啊，中国人的家，啊啊、谢谢谢谢，这个是中国的礼物，中国节，你知道吗？哦、中国节，从中国来的。他给了呢。Yes。哦、thank you, thank you。他是很好的，代表很好的寓意，嗯、幸福美满。嗯 yeah, ，Good luck 给你，要不啊 ？Yes, good luck。嗯，Nice， 好看啊，好看。Okay。